我们现在来到新化武德殿，它是全台武德殿唯一最大弹簧木地板，会咚咚咚咚哟。它可以欢迎入内体验，它是一座历史建筑 ，since 1924。对，那你咚的不想回家？咚的不想回家。好。是弹簧木地板的，对对，这边弹簧木地板。哦，你会觉得这是台湾最大的弹簧木地板？不是说最大，就是台湾目前只有这边，因为其他如果修复的话，它就变成固定。哦，所以这边是他们目前的话，它这边的唯一的吗？唯一的那个。啊、哦，是啊。那这个是这边是练龙道，是所以会有。那边他们练剑，它就是固定。啊、哦，所以楼道这边。还是把你拍进去，可以拍吗？谢谢你哦。哇，妹妹你看，酷哦。变小 baby 了，小心的，不要过去人家的店。